哎，打通嘞！哎，你讲吧。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那个55年属羊的。55年属羊的是吧？哎，是的，55年属羊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看一下他的图腾怎么样？还有看的他的，哎，很激动。55年属羊的。想看什么呢？身体啊，还是看什么？身体倒还好，就是说我的运程怎么样，我的图腾颜色怎么样？你自己的运程你还不知道啊？你这个运程一塌糊涂，哎就是、你还不知道，还要我讲啊？好，啊，运程一塌糊涂啊，是的。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你年轻的时候杀了很多活的东西啊，鱼啊、鸡啊。啊是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卖了心里的牛舌呀。卖了什么？哎、牛舌，牛。哦，你卖牛啊？牛肚子里面的东西。哦，卖牛肚子里牛肚啊，什么东西的？牛肠牛肺。哎呦，那是的，哎，就是为了生活。为了老妈妈，我问你啊，你记住了，为了生活可以做坏事吗？啊，不可以啊！现在知道嘞，以前不知道嘛，只要钱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知道有一个佛友来叫台长看，他妈妈生了癌症了，他辛辛苦苦的，他妈妈把他养大。因为他妈妈一天到晚在啊去捕鱼的，把孩子养大，结果孩子养大了，妈妈生怪病，他的孙子都生怪病，现在明白了吗？现在明白了，师傅。其实我想想，我身上的业障大概还多少了？我这一辈子可不可以消得掉了？你先把身上一个灵性念掉。身上还有灵性啊！啊，那要大概还要几张小房子？这个要86张。哦，要86张，好。嗯，好吗？是个女的，哎、谢谢还蛮时髦的，嗯。哦，那时髦的。嗯。哦，那我的图腾什么颜色？我看一下。你属什么？属什么？我属羊的，55年属羊的。55年属羊的是吧？嗯，是的。啊，颜色偏棕色的，咖啡色的。哦，棕色的。那我家看看佛台怎么样？我以前梦到过你，我家里请了5张山水画，当天晚上就梦见你来看我的佛台，就是你看了我的佛台，我没有问你，你也没有跟我说我的佛台怎么样。那来到你佛台来过吗？肯定来加持过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肯定的，师傅，我做梦梦见你很多很多很多次，你加持我很多嘞，我知道的，你加持我非常多嘞，真的，真的在加持我非常多，我梦见你很多很多，太慈悲了，你太慈悲了，我就说到这里太感动了。老妈妈。你要记住了，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，要多忏悔啊。第二啊，不能再做，再做的话你就会有新业。所以就是我的劣根性太差了，对了，脾气也地不对了，就是劣根性比较重啊，明白吗？对，我这个我自己也有一点知道，就是说也很难改，改是再改，哎，再改说自己很难改，就是不想改。我改了，肯定改。没有一个改不了的，要好好的努力去改，好吗？我会努力。帮我看一下我家里那个山水画贴的还可以吗？哇，很好。嗯。山水画很好贴的，哦，贴的很好。我山水画这贴的都有，已经水都有了，山都有。我有贴的8张，我心想再请一张大一点。客厅里放一张，怪不得你贴这么多。你看，我现在看图腾，你水跟山在家里都有了。
真的，那但就是好了啊。那当然了，有山水，这阴阳调和呀，家里面。我就是。条件也会。我在外星。我在外星上面看嘛，有人在问你家里最多贴多少，你说最多贴八张嘛，我就贴了八张嘛。很好、啊。也想好啊，要想家里好起来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气场会好起来的，气场会。